斑马是马吗？斑马是马，属于马科马属斑马亚属动物，因全身分布有黑白相间的条纹而得名。而且每两头斑马上的条纹不相同，就像是人类的指纹一样独一无二。并且斑马身上的条纹属于保护色，可以将其与周围环境融合在一起，分散天敌的注意力。